击更大声。接下来看看人最少的幼稚园。南投县政府甲麦当劳叔叔之家儿童注册基金会，今日做伙来甲草屯镇虎山国小举办着长病毒防治洗手宣导活动。麦当劳叔叔一出场，就得到国小学生囡仔热烈的欢迎。也伫伊的带领之下，秘书长陈正贤、卫生局长廖龙日以及校长甲家长会长，因分别化身为洗手、水龙头、地库甲卫生纸大赛。透过跟小朋友互动，将正确的洗手观念灌输给学生囡仔。那从会场的热烈状况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小朋友参与的兴致非常高，尤其也让小朋友在实际的演奏过程里面，就非常自然的了解要如何去预防肠病毒。因为每一年五六月间是肠病毒流行的高峰期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了解的是有27个案例，这些都是属于重型的一个肠病毒的案例，所以我们现场非常关心小朋友，才规划了这场活动。参与活动的秘书长陈正兴表示，为了要学生囡仔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，邀请了小朋友上爱麦当劳叔叔现场示范正确的洗手动作，也希望小朋友将这款的观念扎进去厝内底，让每一个家庭都会当做回来防治肠病毒的发生。让我们前线的小朋友在任何场所都要记得洗手，尤其在参与什么活动的时候不要忘掉了，同时回到家也别忘了去提醒父母亲，在处理的一些事物之前也不要忘了洗手。麦当劳叔叔来教你洗手，你会现在 会洗手了吗？那怎么洗？洗出来干嘛？教洗手。教洗手，你学会了吗？那怎么洗？不晓。最后问大家，最棒的小朋友。洗手是要预防什么？肠病毒。也伫麦当劳叔叔的带领之下，小朋友会当大声讲出正确肠病毒防治方法。大家做伙大跳洗手舞蹈，活动在热闹的气氛之下，完满达成正确洗手和防治肠病毒宣导的目的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